部一級大好人，一等一一接班袁之亮。不過袁之亮入咗個馬華黨，佢同毛統狼狽為奸，嚼水唔係去嚼，不過佢嘅總會長嚼，佢嘅首相嚼，佢嘅首相夫人肥婆嚼。袁之亮做唔到咩嘢啦？佢唯有睇住嗰班友嚼水，佢唯有慢慢屋企唱歌，唱咩歌？陳百強眼淚在心裏流，慕容啊，大佬係嘛？所以我話，我哋下一屆大選係選一個好嘅國會議員，唔係選好人。一個壞嘅政府，即係馬斯斯講嘅壞嘅制度，迫使揞好嘅人都要同流合污。李志良可能個人冇貪污，不過李志良唔敢舉國陣去嘅同志貪污，因為係壞嘅制度生存。李志良就好似嗰個行邊嗰個 PC 仔。邊個頂？邊個跌咗？跌咗？信封喺我屋架，睇唔睇到啊？李志良就係乜行邊嘅，成個環頭阿哲哥講曬，所以你要鏟貪污，你投李志良咧，阿哲哥就唔會換警署啦，警務處長阿哲哥繼續做。如果香港人要真係反貪污，就要選 ICAC 邱光耀，明唔明啊？新加坡有人民行動黨李光耀可以鏟貪污，馬來西亞投民聯行動黨邱光耀，我上台，我唔做官啦，不過我做黑面神咁，我就鏟嗰班撲街，查去祖宗十八代，你挖人祖墳，我挖翻你嘅，係嘛？不過我唔挖你祖墳，我挖你銀行户口，呢個就好玩啦。第一個要查嘅就係馬克爹，第二個要查嘅就肥婆，第三個要查嘅就拜馬。班友好似三大貪官啊！你一鋸咗佢咧，基本上馬來西亞就好多人唔敢再貪污啊！啊，美國廉政嘅制度嚟噶，眼睜風暴，從明眼性政府開始，我邱光耀即刻將我老婆送出外國，因為我老婆一直會受到佢哋迫害。你睇我老婆樣幾靚，係嘛？我邱光耀驚死啫！我老婆萬一俾人掟香水，你咪慘。所以我老婆一定要送走，送咩國家唔敢同你講，唔得講，係嘛？我每一年就情人節見我老婆一幾撚大偉身啊！我係嘛？你仲投俾我哋係嘛？我邱光耀就著避彈衣係嘛？未驚過，我有本事開機關槍嚟。尤其是啊，我覺得喺大時代嘅時候，中大歷史變遷嘅時候，正常人敢做嘅嘢，就揾佢哋啲唔正常人做。但我同你講啊，我讀歷史係博士啦。歷史重大變遷的時候呢，偉大人物都是不正常的，孫中山不正常的。如果孫中山正常的話呢，他是中國廣東省香山賢，即是中山賢的第一個高中，然後去香港讀了醫學系，又去美國 Honolulu 讀了醫學回來。如果他正常的做什麼？開 clinic 在中國發達。他不正常的，他沒有開 clinic，他不去救人，去救國，結果他拿槍隔離。正常的醫生會不會拿槍啊？孫中山當然不正常啊。還有曼德拉，南非的總統，以前啊，他未做總統坐監全世界，這個地球坐監最久的人是誰？曼德拉坐27年。正常人他坐27年不黐線，為什麼他坐監呢？他是一個名律師，口才好過楊卓京，思維快過去，是吧？曼德拉很重要的人啊。如果他要跟南非的白人政府合作 I help you, you help me， 他早就發達了，為什麼他不去？他會拿槍革命，又打白人政府，他說南非就是我們同，是屬於我們黑人的，你白人不要出去，你不要統治我們。結果南非付出了代價，曼德拉坐監27年，出來民主化選舉去做總統，是不是不正常的？對不對？邱光耀是吧？看我樣子，整個是吧？正派人士，你聽到老婆成個係嘛？我玉樹臨風，佢又咩啊？應該點樣形容啊？係嘛？兩公婆正常人，點解佢哋喺大陸佢哋做工做生意咁成功，佢結束生意翻嚟？今日我計下我嗰啲糧草，我同老婆講，我哋唔生仔，唔係唔生得，係我唔想生啫嚇。佢哋早啲退休翻嚟協助個國家民主轉型。成為兩線制的民主國家，就是我邱光耀最大的願望。老婆，你可唔可以支持我？老婆講，翻嚟夫妻檔，我院講去賣啲 CD， 係咪啊？睇到冇啊？有邊個老婆出嚟嘅行動黨？我老婆行出嚟嘅，睇睇到啊？俾我老婆一個掌聲好唔好啊？
哇，十一點啦、啊、所以我話最後跟大家講一個真實的故事。我點解要做馬來西亞嘅反貪污局總監 ，MACC 總監？